家好，我是芳芳老师，这里是新疆，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新疆小朋友是怎么上美术课的。咦，这不是我们的钟南山院士吗？这幅画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呢？小朋友，你们来告诉我这什么做的？是用蛋壳做的。蛋壳画分为平面蛋画和立体蛋画。平面蛋画就是学生先在纸上设计好图案，然后利用平时收集好的蛋壳把它捏碎粘贴，最后成型。那立体蛋画，我们把光溜溜的蛋壳打扮一下，也可以变得这么惹人喜欢，相信小朋友们看过后都移不开眼睛了吧。手绘、贴纸或是加上一些小装饰，就可以让平凡的蛋壳变身成为小矮人、雪人、小兔子、小蜥等等。